阳就是讲几句祝贺安娜雅还有总经理的话。其实我跟赖总的话，其实也有私下的话也有很多的交流。其实我希望，就是咱们的安娜雅能够越来越好，然后赖总越来越漂亮。哇哦，是，那希望我们安娜雅能够越来越好，那赖总呢跟安娜雅都能够越来越加的闪耀，犹如我们美丽的花朵一样，对不对？对。是，那我们在这里呢，也谢谢赖总刚刚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和介绍，有请赖总能够先入座，先带着我们美丽的花朵先回到位置上稍作休息。接下来我就要请修阳带在我的身边了。首先呢，修阳可不可以先跟我们台湾的好朋友还有台湾的媒体朋友打个招呼呢？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修阳。感谢今天所有的长官，然后还有记者先生们能够到场来支持我们这个活动，谢谢。是，非常感谢各位来支持我们这个活动，而且借由这个机会啊，修阳来到台湾，我当然喽也就要想要了解一下，在这一次呢，我们修阳为我们安娜雅特别演唱了主题曲，对不对？对。那在这个之前呢，我们也跟赖总有很多的联系啊和了解，在这个主题曲的背后有什么故事吗？其实这首歌的话，说的就是我自己。哦。对，因为可能说，在这个歌曲的意义当中，是诉说的是我一个故事。对。然后，因为这首歌的话，也是来自咱们台湾的制作人，那个潘宇凡老师和那个沈毅老师同一起合作的一首歌曲。然后，我是之前就是把自己的故事啊，然后就传达到了制作人的手上，然后他们也就是这样子去帮我去按照我这个量身制作去写的这首歌。然后因为我之前是一个跳舞的，对，是一个舞蹈演员，是。然后因为一些某些原因，身体的原因受过伤，然后医生就不建议再去跳舞，那个，对，就会导致可能说严重的话会瘫痪。哇，那么严重。 对，做过一个手术。是。对，后来的话就怎么说呢，就是很沮丧。因为本来其实在这条路上面呢还是走的是蛮好的，对，然后后来就不能再跳舞了，也不想去把这些负担给家里人。然后就梦想突然感觉好像破碎了一样，感觉上帝把我的一扇窗给关了。是。对，但这个时候呢，有就是自己以前有女朋友，然后也离开了。对。哇，那感觉好像就是那个故事情节，那个黑暗然后一闪电亮下来的感觉。对对对。但是幸运的是，一直在背后有一个女孩子在支持我。哦。对，然后这个女孩子呢，就一直在鼓励我。然后后来就是他说你可以唱歌啊，因为你唱歌还不错。后来他就给我报了名去参加比赛。然后后来就一步一步走到现在。哇，所以这首歌其实就有点像是你心路历程的故事。对，然后这首歌的名字的话叫最后一次嘛，对吧？最后一次。但这首歌的歌名也是这个女孩最后跟我说过的一句话。对。怎么说的，这什么意思？他可能觉得我已经就是从那个低潮的地方走出来了。走出来以后，然后他就在我去年生日的时候吧，就给我发了一条简讯，然后最后一次为你庆生。然后后来就从我的就是微信啊微博啊那些朋友就消失了吗？对，消失了。有一点心酸，带有成功的这个励志故事当中，最后还有一点心酸的成分在里面。对。哇，哎，那我们这次这个主题曲跟安娜雅两个结合在一起的心情又是如何呢？把你这个像是诉说自己故事一样的一首歌，然后和安娜雅搭配在一起，也是希望能够通过一些媒体对一些新闻能够去告诉那个女孩，对，就是那个一直在背后支持我的人。哇，这也是一个感谢的告白咯。希望这首歌能够让更多的人听到，然后传到那个女孩的耳朵里面。对。